今天啊，哎呀妈，又来了啊！把他拍晕了啊！咱们就是说教大家吃爆头，爆头把他拍晕啊！这个也得给他拍晕。第一步啊，把吸盘里边的泥啊吸干净，搓衣板似的啊，就是你老公就是说跪搓衣板，那个搓衣板啊，就放在那里搓搓搓搓搓搓搓啊，特别干。搓干净以后啊，他翻过来，他这里有个牙齿，牙齿，好了，看这，过两天啊，放点水里面，洗好了啊，下锅去。你们怕吃到腥味的话啊，可以来两块姜片，还有呢就是说葱段可以切两个，直接啊放入锅中，特大的爆头啊，盖上锅盖焖制10分钟，宝宝们啊。稍等一会儿啊，就稍等一会儿，咱们就开吃。没有关注我的，关注一下啊！下视频咱们开灶。